踏入夏天，又谂起冲绳嘅宫古群岛，挂住随时随地可以跳入海玩水浮潜嘅日子，仲有用宫古山果整嘅雪糕同埋甜品，玩完水食够晒透心凉啦。首先系呢间吊床咖啡嘅人气水果雪糕，水果雪糕全部都系用岛上果农种植嘅山果做成，雪糕入边仲加咗大量嘅冰冻果肉，好足料啊！推介火龙果同埋芒果口味。仲有轻食，好似宫古牛热狗，厚切嘅牛柳烧到香喷喷，好多肉汁。第二间系喺打卡花园入边嘅芒果甜品咖啡，少女最爱嘅乌托邦农场，就果园同埋打卡花园于一身。最出名就系自家种植嘅树上熟芒果，每个糖度有成13度以上噶，自然熟成之后就会跌入袋入边，避免跌烂。去农场咖啡就可以买到每朝喺园内收集嘅新鲜爱文芒啦。必试呢个芒果蛋卷，蛋糕够松软，包住忌廉同埋大大粒嘅芒果肉，酸酸甜甜，夏日炎炎食得特别滋味。咖啡亦都可以即场拣选原果芒果，价钱由1360至2000日元不等。我哋就拣咗一个中价位嘅爱文芒，味道都好香甜噶。